妇逐日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巨人，名字叫夸父，他就像一座山那么高，站起来的时候脑袋顶着天，一步就能跨过一条大河。如果跑起来的话，谁也追不上他。冬天的时候，太阳一出来，大地就温暖了起来。太阳一落山，就没有了温暖与光明。夸父心想，要是能把太阳搬到地上来，那该多好。于是下定决心去追赶太阳。夸父朝着太阳飞奔过去，他跑得那么快，一眨眼就跑了1000多里路。在太阳快落山时，夸父跑累了，感到口渴了，于是他跑到黄河边，弯下身子，一口气把黄河里的水全喝完了，然后又把渭河里的水全喝完了。太阳跑得太快了，夸父用尽最后的气力也没能追上，最后像大山一样倒了下来，死掉了。夸父为了人间的温暖与光明，与太阳赛跑，虽然没能取得胜利，但他的这种精神永垂不朽。夸父死后，他的手杖掉在地上，变成了一片桃林。后来，每当人们看到这片桃林时，都会想起夸父的壮举和他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。